好，可以。大家晚上好，中国学们晚上好，新加坡学们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华人年初八，所以我相信应该很多很多人都在外面用餐、聚餐等等的。好，那么如果大家没有聚餐呢，在家里呢大可以家看晚老上师的好，现中场国学直们晚上播。好。好，那么老师先跟学员们打个招呼。哦，Faustina 你好。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富贵荣华。苗威、莱茵、科温、廷慧、耀俊、王庆发，还有阿努拉丢，还有谁？Jerome、Lilian、Lily、Winslet、袁玲、Dawn。上面我看不到，还有 Jackie，刚才我看到 Jackie 的名字，还有谁呀、啊？Anthony Wong 你好，还有 Elsa 你好，严肃你好，Maggie 你好，还有谁呀、啊？如果大家要跟老师拜个年，还没见老师呢，可以在这个Facebook 呢跟老师拜个年。Shani Wong 你好，上面的老师看不到，不懂为什么，好奇怪。石榴，你好，还有没有啊？还有没有学员跟到？Eric，你好，对，还有 Eric，还有谁呀、啊？如果老师没有跟你打招呼，请多多抱歉，因为上面老师真的看不到，只能看到最新几行，所以上面的老师就看不到了。记得大家看老师的节目要 like and share 哦，一定要 like and share。苏哲，你好，新年快乐！Nicole，新年快乐！好，记得大家 like and share，所以让更多人能够受益。那么呢，今天老师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从王伟莲你好，修多多新年快乐，Zania 新年快乐。哦，还有吗？要跟大老师打 Clive Lim 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大家旺旺发发啊！好，那么今天 YN On 你好。好，那么今天老师要讲的主题呢，就是比较细讲。上回很多年前吧，3年前吧，老师讲了这个七轮。那么呢，老师呢觉得呢要给大家回忆一下这个七轮到底是怎么样呢？复习一下，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七轮的功能啊，怎么去调大家的七轮。那么这回老师讲的会比较细，或比较深一点点，比较细一点。Priscilla 你好，Mandy 你好，所以呢。这个七轮呢，是老师会讲这个七个礼拜嘛？那么今天老师讲的是什么呢？LV 你好，讲的这就是海底轮了。那么海底轮重不重要？其实每个轮都很重要，它的逻辑啊，它的怎么样增加我们的七轮的这个磁场啊，怎么去调啊，不要给它受阻啊，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Sweet May 你好，Diana Cole 你好，新年快乐啦！好，那么我们就。转入这个正题了啊，还有，重要的事是讲是什么呢？我们的抽奖将会在2月5号截止，老师后面这棵树还要抽大奖，就是2月5号是最后一天。那么今年非常的奇怪，还没有人抽到大奖。那么老师后面的这个大奖呢，就是4888，那么还有一个大奖呢，是在这个箱子里面抽的是1888，到目前呢还没有人抽到，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年很多人抽到，5个人抽到，所以还没有抽到的学员们呢，请尽快在这个礼拜呢来我们的向导馆来抽奖。为什么呢？因为2月5号是最后一天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替身法有没有把今年不好的这个运气给它送走？那么呢，很多人说老师，我们去马来西亚回来啊，来不及。那么呢，有些出国回来也来不及，那么老师就好了，那么就把它延迟到这个2月底哦，在这个2月底，就是2月几号了，20几号吧。哦，张珠你好，说2月底呢，我们就会截止的这个活动，就是做那个替身啊，今年算你的不好的这个灾难那是什么啊？由这个巴拉去做主，把我们的这个不好呢给送走，所以是2月底。那么2月底过后呢，这项活动呢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Stella 你好，Evelyn 你好，哦，所以大家留意这个2个月时间段，抽奖到2月5号，那么巴拉的替身法。
就在这个二月底就截止了，所以大家还没有做的这个活动呢，请大家啊尽快来做哦，不要每次最后分钟，因为新加坡人每次都是 last minute 的。好，那么我们就转入正题了。今天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海底轮。那么还有很多新的学员们都来看老师的现场直播，所以老师要讲的呢，就是给大家回这个重新复习一下。那么大家都知道，宇宙万物都有它的磁场，那么我们人本身也有我们本身的磁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掌握磁场啊，那么就可以掌握我们的命运了啊。Felicia 你好 ，Felicia Lee 你好，是老师的小学同学，我们认识了有44年了哈啊，谢谢来支持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还没有见面，很快我们再见面了，好。那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本身呢都有磁场，宇宙万物都有磁场。那么掌握磁场就可以掌握什么呢？就可以掌握我们的命运了。所以命跟运非常的重要。那么呢，命可以改吗？命是没办法改的。运可以改吗？运本身是可以改的。所以老师呢，最近我们这个月呢，很多很多新的学员啊，很感恩很多的旧的学员学长们呢，带很多新的学员来测大家的磁场。那么老师就跟这新的学员讲说，不要放弃生命。那么今年的开始呢，因为是海王星，老师大家还记得吗？老师在这12月份讲说，2023年有谁来掌管今年呢？第一个就是海王星，就是 Neptune， 就是管水的海上之王。那么第二个呢，又是水兔，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两个水，老师讲了，两个水加在一起呢，就是成为一个大水。所以从今年的应该是讲初一吧，到今天为止呢，大多数的天都在下雨，而且天其实非常冷。我觉得新加坡过华人年，今年过的比较最冷的一年吧。为什么会下雨？会这么多啊，整天都在下雨呢？为什么阴冷呢？是因为有两个水所以在今年，所以大家呢就要留意这个水的这个作用了。好 ，Stanley 你好 ，Mandy 你好 ，Julia 你好 ，Nicole 你好，川卫你好 ，Meta 你好 ，Today's light a bit blur， 会 blur 吗？应该不会吧？那我们尽量调吧，看可不可以调了哈。那么老师就讲了。命是不能改，运是可以改。所以呢，今天要讲的呢，我们如何造我们的运，福气在我们身上，真的胜券在握，所以非常的重要的。好，我们就研究一下命，什么东西是命是不能改的呢？所以如果大家问别人问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回答命运。什么叫做命？命就是不能改的，命就是天下来生下来就是注定才叫做命。例如呢，父母能不能改？父母是不能改的，因为这个是已经是注定了。第二个呢，有什么不能改？背景，我们生出来的背景也不能改。例如说，我们生出来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印尼、在印度是不能改的，因为生出来就是在那个国度，所以我们成为那个国度的公民，这个是没办法改。以后移民就讲移民了，不过老师讲是生的当初那一个地方是绝对是不能改的。好，那么再来第三个，什么不能改呢？孩子，你孩子能选吗？不能选，生出来就是生出来了，就不能改。再来呢，性别也不能改，你生男是男，生女是女，是不能改的。Anurag Teo, where are you from? Are you from Indonesia or from Vietnam? 他说 ，Any translation? Sorry, because our talk is in Chinese. In future, I will try to converse in English. Or tonight, I will try to convers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So tonigh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root chakra. So now I'm talking about fate. Fate that we, you know, some aspect of fate can change, some aspect of fate cannot be changed. 所以命运本身呢，命本身绝对是不能改的。所以呢，我们呢，在做人当中呢，什么东西呢可以掌握在我们手上？绝对是有一个，就是运了，哦，绝对是一个，就是改变命运。好，我们老师现在分析运可以改在哪里呢？好，这个是无法改的了哈。好，我们就是注重呢可以改的地方。第一个呢 ，What we can change in our life is our career， 工作运可以改。
第二个呢，财运可以改 ，we can change our wealth fate。再来呢，爱情运可以改 ，we can change our love fate， our love vibration。再来呢，贵人运可以改 ，we can change our benefactor's fate。所以呢，这个都能够改的。所以如果工作不好呢，可以把工作给改好吗？绝对可以。如果钱财不旺的话，可以把钱财改好吗？绝对可以。爱情运不好的，想嫁人，被已经嫁了呢，运可不可以改呢？也可以改的。那么最后的呢，贵人运可不可以改？绝对是可以改的。所以呢，我们其实注重呢，老师帮忙学员们呢，注重在运方面，因为命我们就不要管了，因为命是没办法改。那么我们改的就是个人的运，个人的运气。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所以个人的运呢，绝对是能改的。好，那么运是什么呢？那么老师在问大家，是运是什么？所以如果大家把运给忘了呢，老师今天告诉大家了，运就代表我们的磁场、我们的频率跟我们的能量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啊。John 你好 ，Bruno No 你好 ，OK。So what is fate? Fate is about our vibrations, our aura, our energy field. 所以磁场、频率跟能量呢，我们能够改。所以这个能够改的地方呢，就是代表改变我们的命运，才可以怎么样呢？老师每次讲了，就可以咸鱼翻身，三季就变凤凰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改运呢，是什么意思呢？改运就是叫做改变磁场、改变频率跟改变能量，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从哪里着手改变命运？从我们的身上影响磁场的发动机下手。好，那么要改变命运呢，很简单，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身上的哪一个秘密部位呢，影响我们的磁场。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秘密部位方面呢着手的话，就会怎么样立竿见影，对症下药了。所以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个答案。如果现在观众们你不知道的话呢，看老师这个节目，今晚你就知道我们身上有几个秘密点来改变我们的磁场。好，如果我们老师讲七个点、七轮，大家知道七个轮呢是专门是管我们的这个磁场的发动机，就是从我们顶轮、第三眼、喉轮、心轮、脐轮、腹轮跟海底轮，这个七轮是管我们的身上的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场。还有另外一个四个轮也管我们的能量场。那四个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轮，还有呢左肩的轮、头顶的轮跟右肩的轮，这个叫做人本身的神圣的十字架。This is called the mystic cross that affects our vibration and our energy field. 所以这个呢，四个轮很重要，还有我们身上的七个轮很重要，还有哪里的轮很重要呢？我们双手的轮，我们的掌心有一个轮，右掌跟左掌呢都有一个轮。所以你看，我们身上啊已经有好几个轮是影响我们命运的。冥想我们的命运的。所以呢，我们非常的重要呢，就是把所有这个轮呢给照顾好。一照顾好的话，频率一上升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呢？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了。所以老师就有些学员还不知道，老师就讲一下，我们呢身上单单讲这四个轮，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都讲的这四个轮。第一个宗教就是天主教，拜圣母玛利亚的天主教 Amen。 他们每次从教堂进去或从教堂出来呢，他们要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什么？就是点这四点 Amen。 为什么要点这四点呢？到目前呢，这个文化，这个传到今天呢，很多的文化的智慧都被怎么样了被断了，所以他们都不知道点这个点什么意思。其实呢，以前的人呢说，你出门之前你一定要点这四点。为什么呢？你点的这四点就代表这四个光环给它亮起来。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再来呢，第二个宗教来自什么呢？就是 Muslim 回教。那么回教们拜的神明叫什么名呢？叫做阿拉了。那么阿拉教吩咐他们，你只要念我阿拉、拜我阿拉的时候，记得你的眼睛要看左肩，你的眼睛要看右肩，
这代表什么呢？他们也不知道，所以老师也有马来的这个同胞的学员，老师就告诉他们了。其实呢，他们的这个怎么讲？他们这个回教呢，看左肩看右肩呢，其实你看到的时候呢，你要把左肩给亮起来，看右肩要把右肩给亮起来了。所以呢，这个也是这样子讲。那么第三个呢是什么文化呢？也就是西藏的密宗了。西藏的密宗呢叫做 Tibetan Buddhist， 所以密宗呢有解手印嘛，例如说他们要给自己防护，给 protection， 那么他解了一个手印，他都动的什么地方呢？他也一定要动这个四点，他们也一定要动这个四点。为什么密宗也要动这个四点呢？他们本身也要观想这个四点有亮起来，是给自己一个保护层。所以大家你觉得神不神？很神的。从基督教的天主教，从西藏的密宗，从回教，三个不同的文化都点这四点。所以这四点呢，在古文化传起来呢，是一个秘密点，叫做什么呢？神圣的十字架，叫做 The Mystic Cross。 所以老师每次讲了，出门之前一定要用水香，第一个呢，先喷我们的心轮，再喷左肩、头顶跟右肩，你一定要这样子顺时钟的这样子喷，观想四个太阳亮起来，这样子呢就可以马上增加我们的这个能量场，提高我们的这个频率了。这个老师每天早上都这么做，老师的学员们，很用功的学员们，每天早上都这么做。一出门呢，我告诉你，你就顺心顺水又顺风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四个秘密点。The four mystic cross, the four energy spots that rise of our vibrations. 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现在学员们，你看老师的节目，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请你到香道馆来。我们还有一个秘密呢，老师就不在现场讲了，就是如果你要招财呢，有不同的水箱来喷；如果你招贵人呢，也不同的 formula。你要开运顺利，都有不同的 formula 来帮大家能够怎么样提升我们的这个能量场。所以这个四个点呢叫做 Vertical Mystic Cross。 那么老师还没有教大家呢，我们还有一个，今天老师给大家一个 sharing 一个秘密呢，叫做 The Horizontal Mystic Cross。 十字架，这个叫做竖立的十字架，还有躺的十字架。那么躺的十字架的秘密点是怎么用？例如说你觉得这个人的负能量很重，这个人得忧郁症，或者是你觉得最近的情绪很不好，那么你要怎么喷？你就要用金刚王水箱了。你用这个金刚王水箱例如说这个金刚王水箱，你就要喷在你的心轮，要喷在你的左肩，喷你的背后，再喷你的右肩，这个叫做打横的狮子架The Horizontal Mystic Cross。我们这边呢叫做 The Vertical Mystic Cross，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 Horizontal Mystic Cross。 这个 Horizontal Mystic Cross 是什么呢？就是密宗有一个法器的秘密，叫做十字金刚杵老师今天没有来，哪来？下一回两个礼拜后，老师给大家看密宗有一个法器叫做十字金刚杵，它可以竖立，它还可以横立它可以横摆，还可以数百。那么为什么密宗有一个十字金刚杵？像看节目的，看老师节目的有很多位都是修密教的，那么老师就问你了，十字金刚杵是代表什么？那么老师今天就告诉你十字金刚杵的秘密了。我们这里呢就代表十字金刚杵，十字金刚杵可以竖放，可以立着放，可以横着放。好，那么十字金刚杵的磁场横着放是怎么弄老师今天就告诉大家，你用你的个人的水箱喷你的心轮，再来用金刚王箱喷你的左肩、背后、右肩，你就马上就成为怎么样呢？ Horizontal 的十字金刚杵了。这个呢也就是 protection。 所以今天老师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所以大家就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密教的结界也就是这个样子，在我们香道的结界也是如此。是这个不是老师讲的，这个很久以前5000年就是这样子传出来的Janet 你好就是这样子传的。 Angelina 你好。所以呢
所以我们知道，这位老师的学员，你一定要知道，保护自己是亮，把我们的这个能量场给亮起来。记得有两个，一个是竖立的十字杵，另外一个是躺住的十字杵。只要懂了这个呢，就没有问题。例如说，你要去这个 Anthony Wong， start from the chest, left shoulder, back and the right shoulder。例如说，你要去吊丧，你就要这样子喷；你要去医院，你就要这样子喷；你要去看病，你也是要这样子喷。例如说，你的小孩子出门回来不能睡，你自己本身出门回来不能睡，怎么做？记得马上用密宗的十字金刚杵法，就是用我们的水浆喷我们的哪里呢？心轮、左肩、背后、右肩，这个就是躺住的十字金刚杵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忧郁症、躁郁症非常的可怕的一个病症，精神分裂症也可以这么做，也可以这么做。所以呢，例如说你的家里的人很忧郁、很躁郁啊，就一定要这样子喷。尤其是今年2023年，很多人会变神经病。所以老师在12月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在2023年，每个人的头脑、脑筋啊，跟情绪啊，会波动上下，波动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老师12月份讲哦，上个月还是几个礼拜前，如果大家读新闻的话，美国是不是很多枪杀案？是不是很多这个杀人啊等等的怪事发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年呢是这个样子，很神奇的、很奇怪的一个年，就是专门呢是对我们的脑筋跟心态方面，大家一定要留意，不能给今年的这个星座所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在2024年是九运的年，今年2023年呢，所以呢是考我们的脑筋跟情绪的年，所以大家记得这一点。好，那么老师在这个 Anura 问 ，Must you own number spray on heart, then horizontal cross with King Cole? Yes, yes, yes， 就是用个人的香水，再用金刚王，也可以四边也用金刚王。You can also use King Cole perfume on the four spots, not a problem。哦，也可以用。好，横的、竖的都喷 full protection。哇！这个 Eric 更厉害。好，那么横的竖的怎么喷？自己的生的水箱，再来左肩、背后、右肩用金刚王，再来如果你要招财的，你就懂老师讲用什么号码了，用457了。这个就是横着竖的一起用，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厉害了。你还，我觉得你很有慧根，因为老师从来没有这样碰过横的这个十字架跟竖的十字架，老师从来没有这样碰过了哈。老师可能明天就是了，哇！所以我们的这个学员呢，真是天才，哦，真的天才。学员在问 ，King Cole and our own number perfume can use the Mystic Cross method？ 呀，可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大家就已经非常厉害的用了，所以一定要看老师的节目。为什么呢？老师忽然间想到，因为老师懂的东西很多，不懂从哪里下手讲，突然间讲这个有一个秘密讲出来，后来讲到哪一段又有一个秘密讲出来，所以呢，听老师的课呢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讲到这一点呢，也告诉大家有另外一个太好的消息了。老师等了一年，终于等到了，你知道等什么吗？就是我们的聚宝盆有一个法器很重要，这个法器呢是很难很难找，就在身上里面可以找到。它是什么东西来的？这个树根啊，很像毛发这么细，你只要捏在你的手上，这个树根就会动。那么老师会教大家如何这个神奇的树根安在我们的聚宝盆，你的眼睛就可以看它，它在我们的聚宝盆就开始动了。 No battery operated， 不用电池，不用插电，是天然的树根能够在你的眼前跳舞。老师有很多懂很多神奇妙草，所以呢一直叫这个采香师帮老师采，采了一年也采不到，直接找不到。终于上个礼拜他从印度打一个电话给我说，Master I already found the magical root。 哇，老师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哦，那么告诉大家，还没有预定了，还不用预定啊。等他真是老师看到在新加坡的时候，老师可能两个礼拜啊，如果快的话是两个礼拜后，不然就一个月后。这个神奇的这个会动在我们的这个手上捏着它，眼巴巴可以看在我们的手上起舞跳舞的树根，大家有没有看过？大家信不信？真的有这回事的，真的有这回事的。因为老师懂这个东西懂很久，可是老师都不讲，为什么呢？只能看的份，没办法拥有的份，拥有的份你也不会用，也是浪费哦。所以老师呢会教大家，会教大家如何用这个会跳舞的树根，像头发那么细，如何去启动我们的聚宝盆，去启动我们的聚宝盆哦，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聚宝盆的呢，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还有打折，还有抽奖，你可以考虑做聚宝盆，不用很贵的，看大家的 budget 多少就做多少，不用做很贵还是怎么样的，记得这一点哦。如果还没有聚宝盆的呢，可以想来做。那么有了聚宝盆呢，你就等待这个神奇的树根。那么老师从下个月吧，老师慢慢叫那个采香师找很多神奇妙草来。那么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东西？老师会在现场示范给大家，示范什么呢？你拿一杯清水，你拿一杯清水，那么你拿这个神奇妙草，老师暂时不讲是哪一个，你只要拿那个神奇妙草放在这个清水的旁边，你懂，不到十分钟吧，周围的负能量会马上吸在这个清水里面，它会变成另外一种颜色，变成那个巧克力色。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老师都看过的，可是老师都没有讲，为什么？因为老师没有这个东西讲的，老师大家会觉得老师发神经了，已经神经病了。可是不是的，老师真的看过的。一个神奇妙草放在一杯水哦，清水哦，放在旁边哦，这个水会变颜色。你说奇不奇怪？超级无敌奇怪的事情的。所以呢，希望今年，因为今年是最后一年，来怎么样讲啊，我们一定要坚强啦，度过这一年。所以呢，老师尽量找这个神奇妙草呢，可以帮助我们的磁场，保护着我们呢，今年呢顺顺利利的能够这样子的过关斩将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相信有奇迹的。所以可能两个礼拜后，一个月后，老师把这个跳舞的根现场给大家看哦。当然没有很多，因为这个神奇妙草不是在商店可以买得到的，不可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要懂路请这个采香师去采回来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的机缘哦。所以我们每个学员很用功的用香，所以我们 vibrate at a very high vibration， 所以呢我们有这些神奇妙草，所以这个呢很感恩的哈。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身上影响的磁场所这个发动机是在哪里呢？肯定是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七轮的。所以今天老师呢要讲的这个七轮的磁场会影响我们怎么样的运气了。好，你想住豪宅吗？你想驾豪车吗？你想有好的事业吗？你要有好的感情吗？你要有好的贵人助你吗？你要有好的这个钱财吗？谁不要有？谁不想要？所以呢，我们要对我们自己很坦诚的哦，不能骗自己哦，不用的，知足常乐就好。我说你根本都不懂什么叫知足常乐。老师曾经讲过了，知足常乐是有另外一个意思。不过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对自己很坦诚，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要扮清高哦，什么都不用，我很清高的，什么都不用的。我告诉你，我就给你祝福的了哦，老师就给你祝福。可是呢，我们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我们要做豪宅吗呢？为什么呢？给家人更舒适的生活。我们要驾好车吗？当然要。为什么呢？给家人舒适的生活。我们要好的事业吗？肯定要。我们要好的感情吗？肯定要。我们要贵人帮我们吗？绝对要。我们要钱财吗？不行，不要不行啦。所以这些呢，我们要对我们很坦诚。老师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一个人，老师非常 transparent 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呢，老师尽老师的能力，老师尽老师的所懂的呢，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六项呢全部给满月啊，这样就非常对了。
Priscilla 讲的非常好，老师也很喜欢。All I want， 老师也要 All I want， 每个人也要 All I want。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Helen 你好，好，第一个呢，每个人都会发出这个磁场都会不同，所以要把低能量的这个磁场转变成高能量场呢，我们需要改变，就是代表改变我们的命运了。好，改变命运。老师曾经讲过 ，the light attracts the light，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同频道的这个，我们看 PPT， 同磁场的会吸引同磁场的事与物，高频率的人会吸引高频率的人和事。所以大家用了很勤劳，一定要勤劳。老师只能做到这边，其余的呢，大家一定要用功的，用水箱去闻香，改变我们的磁场。所以很多的学员的磁场从低到中，中到高，这些学员这样一直一往上提升的时候，就可以惊艳到。老师讲的全部都是真实的，老师讲的全部都是真实的，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要去经验一下，然后去经验一下，要相信，好，要相信，因为很多的证人，很多的成功的案例都在这边。好，那么海底轮，大家了解海底轮吗？应该了解了吧？好，那么有些不了解呢，就继续看。其中海底轮最重要管的是什么东西？第一个房，记得老师看你的七轮，你来这边扫这个磁场照。那么老师看你的七轮的时候呢，老师看你的海底轮，所以这个海底轮就注定呢，其中 一样事情是什么呢？注定我们有没有好的房子住，我们的房子会不会干净漂亮，我们的房子有没有好风水。所以呢，这个呢是什么轮所管？海底轮所管。你想搬家，你想买新的房子 ，make sure that 你这个房子是 good 啊、风水的这个地方的话，你一定要先照顾好你的这个海底轮。Sophia 你好，所以呢，有一句话讲什么吗？福地福人居，哦，人找福地居。天找福人居福地、哦、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句话，就是说人要找好的风水来住，人找福地居，可是呢不由得我们，是天找福人居福地，天找有福的人住在风水旺的地方。好，那么老天爷怎么知道你的福报有拥有好的风水呢？很简单的，天知道你有这个福报，就等于你的海底轮是红又圆又亮的话，你肯定会找到好风水的地方住，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的海底轮不好的话，真的你没有办法拥有好的风水、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海底轮 the root chakra control or in charge or influence or having an effect on our house， 我们的风水。好的海底轮呢，你就会住在这些房子了。要不要住？肯定要住。这些豪宅干净漂亮。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如果你的家，其实如果你们来扫描的话，你想知道我跟我的家人有没有好的海底轮，很容易的。如果你的家这边一堆那边一堆，又阿里肮脏又发霉又臭味的话，我告诉你，你的海底轮也是发霉的，真的有点恐怖。你家里面的人其中一两个，甚至你家里有住四个人，例如你整个家做阿里肮脏的，你四个人的轮海底轮都会变成垃圾，都会被影响的。当我老师给大家看烂的海底轮是长什么样子的，这个很容易的。老师，这个是老师的秘密，老师把老师的这个功夫教给大家。老师去看风水的时候，一进去第一个用罗盘，第二个罗盘老师是用什么来看的？老师的鼻子，老师的鼻子闻你的家就知道你走不走运，很容易的。第三个老师用什么来看？当然看风水玉眼睛来看了，看你的家这边一堆那边发霉，那个厨又坏，那个东西又裂， 我马上就知道住在这个家里面的人的海底轮完全都是不平衡的，也不亮的。所以呢，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海底轮是很糟糕的？
第一个现象，老师教你看，第一个现象，他很懒，很懒，很暖，很暖的，不动的 ，couch potato， 坐在那边看电视，吃，什么都不要动，家务也不要动，吃完饭的盘也不要洗，穿衣服穿两三天，正着穿反着穿，不懂怎么穿都不要洗，这些人都是海底轮非常糟糕的一个，非常糟糕的。所以呢，你知道这点的时候，你就知道哇，这个人的海底轮糟透了，怎么办？一定要老师待会会讲解决的方案，所以大家留意听了哈。所以呢，你怎么知道你的家里或者甚至自己的海底轮受损？很容易，第一点，看你的家，不用看别的东西，看你的家就好了。很懒散，很多垃圾，很多东西堆在一起的，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海底轮破损的现象。所以呢，我们华人的文化叫做有八卦易经六十四卦，卦是什么意思？现象。这个呢，就是你家的现象，让我们知道你家的人的海底轮非常的糟糕。你家很乱的，我告诉你，这辈子不用想，不用想住豪宅。你家很乱，这边的家里都懒懒散散的，这辈子不用想有豪车价，不用想的门都没有的。第三个，不用想从头到脚有名牌穿，不用想的，海底轮是管名牌的。家里的人懒，自己也懒，好吃懒做，家也不收拾，又邋遢，出门前又不要冲凉，头发披头散发，哇，我告诉你，这等人就是海底轮烂到不行的一个人。老师看到这等人真的有点害怕，因为什么？老师最怕臭。哦，最怕臭，真的，这等人我告诉你，这辈子不用想住豪宅，不用想驾豪车，根本怎么样，真的拥有名牌货好的东西，天人般的生活门都没有，真的门都没有。日语叫 damme， 不可以也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呢，从这一点呢，看老师的节目，你要怎么改变的命运呢？第一个，从你家里面着手，做得非常的干净，整理得非常的整齐，家里要有香味，这样子呢可以帮助你的海底轮，这样一做呢就有进步。那么方案老师当我再讲了。所以你看重不重要啊？海底轮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海底轮第一个呢，我们再看 PPT， 海底轮管的是什么呢？家。第二个呢，海底轮不好的呢是怎么样的家？这种家。哇，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是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讲应该怎么样啊？明天买大大的垃圾袋全部打包丢掉，重新整理。这个是海底轮非常糟糕的家，所以真的不能要的哈。所以如果大家还的家是这样的话，请努力一点整理的家，如果没有的话，老师恭喜你了。好，那么海底轮还管什么呢？车子。如果你有好的海底轮，家很干净，有香味的话，有阳刚气的话，你一定会驾豪车的，你绝对有豪车驾的。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你家的风水的磁场好，你的海底轮好的话，一个东西，一个现象就出来了，你莫名其妙有钱买车，你莫名其妙买了一个很好价值的车，再一个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来的。所以呢，如果那个人是讲名车，名车是代表什么？ Intercontinental car， 是不是这样讲啊？ Exotic car， Super car。 OK， 例如什么叫做 Exotic car， 好，老师就教大家一些社会的名词。Exotic car 就是 Bentley 跟 Rolls Royce， 就是这两个呢属于 Exotic car。 好，那么 Super car 是什么叫 Super car 呢？ Super car 就是 Lamborghini、 McLaren、 Ferrari、 Aston Martin 啊，这些呢 Continental car，
这些跟 supercar， 这是属于是 supercar 的，所以这些都是超级超级贵的车。那么这些人为什么有这些超级贵的车呢 ？AMG 对 ，Spider GTR， 全部这些是 supercar。为什么一般人听不懂这些名词 ？AMG 是哪里的 ？Mercedes SL， Mercedes 最高最贵的车73万。100多万，就是这样的。BMW 的 M Series， 这些都是什么呢？好的车子，一般人听不懂这些名词，为什么呢？因为在世界上95%的人都有非常不好的海底轮，真的。世界上大家听清楚，世界上95%的人没有好的海底轮，所以呢 95% 的人都没有办法拥有 exotic car 跟 super car， 没有办法拥有的，可不可怕？很可怕的。所以问大家，有多少%的人是住在豪宅的？ only the top 5 top 10% 住豪宅的、哦、能够住到，我们不求豪宅了，能够住在一个干净的家，每个家里的成员自己用功的照顾好自己的房间，照顾好你的家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大家觉得有多少人有好的海底轮？没有多少人有好的海底轮的。所以呢，这一点呢，老师教大家了，你要这辈子觉得 I must drive an AMG， 这辈子 I must have a Bentley， 这辈子 I must have at least an experience with a supercar 的话，如果你的愿景是这样子，有没有错？没有错的。正不正常？正常的。对不对的？也对的。为什么？人就是这样子的，人的磁场就是要往外扩的。所以如果你要达到你这个梦想的话，第一个，你的海底轮 number one 要从 95% 的烂的海底轮要升到世界上头 5% 的好的海底轮，这样子呢，你的愿望就一定会达成，绝对会达成的哦。所以呢，做人呢绝对不要妒忌他人好，做人绝对不能有坏心眼，妒忌人家好，人家赚多钱你要恭喜他，为什么呢？他的轮比你好，人家有豪宅住你只有随喜欢喜，为什么呢？他的轮比你好。所以自己就要怎么样呢？不没办法像他人如何这么好的这个过活的话，我们第一个呢，先不要看他人，看自己，先把自己的轮先搞好，才可以怎么样呢？人生当中可以步步高升了。如果自己的轮都不知道好不好，你如何改变你的命运？那么老师也很敢讲这句话，大家不管是什么背景，你问你自己，10年后你用了多少个方法，到你今天你改了你的命运了没有？很多人老师讲95%没有办法改，为什么？没有方法，没有正确的方法，没有有效的方法。真的，你看你的周围，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也好，不管你是什么文化也好，不管你是什么信仰也好，10年前跟10年后，你自己跟你自己比，不要跟别人比，跟你自己比，你的薪水有没有加双倍？你的家庭有没有好？你的素质生活有没有好？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你开不开心？你有没有幸福感？这个问自己就对了。如果没有的话，老师很坦白的告诉你，你还没有改变你的磁场，就是因为没有改变你的磁场，你的命运也无法改变的，没有人可以帮你的。所以老师很感恩老师的机缘，认识很多很好的师傅们，教给老师很多的秘密，如何改变命运。老师也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也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可是老师从来不会认命。老师呢，每天很用功的呢，按照老师师傅们所教的秘密方法，这样子的用水香，这样子的蚊香，这样子去禅定，这样子去净化我们的身心灵，才给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呢？往上提升哦。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点呢，老师要提醒大家了哈。好，那么呢，海底轮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场，是怎么样的能量场呢？
灵蛇 Kundalini。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呢，老师今天就要深讲了。为什么海底轮那么重要？因为海底轮里面有一股我们本身已经带来的一股巨大神力。这个神力呢，在这个七轮当中呢，它藏在哪里？它藏就是藏在我们的这个海底轮。那么这个海底轮在哪里？老师今天就告诉大家怎么去找你的海底轮了。我们的脊椎骨，我们的脊椎骨的最下方啊，就是大便小便中间的那个肌肉。例如说你要大号，你找不到厕所，你要不要等下给它大出来，你不是我们的屁股不是有一个神经可以把它捏起来吗？那一个神经线可以捏起来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海底轮的位置，那一个地方就是海底轮的位置。所以那一个位置呢，有无穷大的神力，叫做灵蛇，在梵语呢就叫做 Kundalini。 Kundalini 也就是神火，密宗也叫做浊火，印度叫做神火，也叫做这个 Kundalini， 或者叫做这个灵蛇。所以这个灵蛇呢，一定给它呼醒起来。这个灵蛇一呼醒起来的呢，它就往上冲，从我们的中脉，我们的这个脊椎骨，这股力啊，这股火就从我们的脊椎骨往上升，然后呢，可以开启我们七个轮脉。那么呢，有多少个人会开这个轮脉啊？很少人了，世界上没有多少个人这个灵火上升的，少之又少。所以那个要修了很多年功了，要修掉很多年功了哈。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可是呢，我们没有这样子修的，怎么样呢？有第二个方法，让我们呢能够呼醒我们的这个灵性，就是用这个水香跟闻这个海底轮的香，可以激活我们的原本的这个神力。哦，这一点是非常的厉害的。好，那么这个海底轮呢，这个灵蛇也叫做这个灵蛇。那么这个灵蛇从海底轮一升起的时候，光明有如千日之光了。在古代的印度，他们很注重的，以前的人很注重升起这个灵蛇，升起这个灵蛇，就是这个海底轮呢本身的这个力量呢，给它散发出来。哦，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古书讲过，只要你海底轮一散发出那个神力，就有如一千个太阳的光芒从你的身上散发出来。你能不能改运？绝对能够改变命运的。为什么？你从没有光到微光到大光到千日之光散出来的话，你懂你的身上的能量场有多大吗？高到不行，大到不行。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海底轮为什么那么重要？第一点，它有灵蛇的神力，每个人都有的，不管你有什么宗教，不管你信不信信仰，你都有的。这个是我们天生人的本能，人的本能，海底轮是 number one 具有神力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海底轮一掌控好的话，我们的身上有如千日之光的能量。你身上的千日之光能量，你就怎么样呢？以此类推，你有豪车，你有豪宅，你就有一切了。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哦，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呢一定要真的铭记在心了哈，铭记在心了。好，那么梵语呢叫做 Muladhara Chakra。 Muladhara 的意思呢就是 Muladhara 叫做梵字，叫做海底轮，也叫做 the root chakra。 Mula 叫什么呢？ Mula 代表根 the root， Dara 是代表什么呢？支撑 代表 support。 The root chakra that support our body system， The root chakra that support our wealth， Our luxurious living， Our comfort life， 就是海底轮所管。所以它的梵语叫做 Mula Dara。 哦，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清楚明白的，为什么叫做这个。好，那么再来呢，这个海底轮呢是什么星球跟它相应的呢？土星 Saturn。 土星本身呢就是管海底轮的，
它本身也管用功跟自律的。所以老师讲了，如果你家里肮脏了，就代表你本身不用功也不自律的，随随便便这样子不行的。因为海底轮天上的星星所管辖我们的身体，天上有一颗星叫做土星，土星叫做 Saturn 本身是管我们这个海底轮的，很厉害的。所以老师看你们的命盘的时候，看你的这个土星在哪里，就可以知道你的事业， 你过的生活是不是富裕的生活。有些人的磁场他专门就是怎么样呢，过得非常天人般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土星在他的星盘里面非常的旺哦，非常的旺。所以从不旺的土星可以改它变旺吗？如果你说哎呀老师我生出来我的土星是很烂的，可以改变吗？可以改。老师现在教你怎么改。土星烂的人在你的命盘没有办法放光的人，被锁住的人，他有一个性格，什么性格？很懒惰。如果你很懒的话啊，今天我买了水箱我喷喷喷，明天就不喷的，这个叫做三天捕鱼四天晒网。这等人啊，用了一半不再用，或者是不用功读书不用功做工的啊，坐在那边等钱掉下来的啊，这等人的土星生出来在命盘里面是暗淡无色的，被锁住的，所以他有这个性格。那么你知道你有土星不暗，你土星没办法亮的话，这辈子不用想住豪宅，这辈子是没有车的，因为土星没有用，没有启发到。老师今天教大家三界变凤凰，你改变你的性格，你的命运一定会改变。你改变你的思想，你的命运直接会改变。怎么改变？你知道你是懒的人，你从今天从现在看老师节目就讲了，我从现在看到林老师的节目，我一定要成为很用功的人，不可以偷懒，要用功，保持正能量。你只要有这个思想再加上行动，我告诉你，你这个暗淡无色的土星命中带来没办法翻身的人，因为你有这个思想这个念头，你马上把这个土星变成发光发亮。重新叫讲什么呢？道家里面有一句话，扭转乾坤了。老师最擅长扭转乾坤，我老师可以帮一个很穷的人的学员把他变成有钱的，老师可以把一个很负能量的学员们把他变成正能量的，可以把一个很丑陋的学员变成非常亮丽有魅力的学员。为什么老师很有自信可以帮老师的学员这么样子？因为老师懂一个方法叫做扭转乾坤了。所以呢，今天老师跟大家讲，你的土星暗淡， 你不用去学八字，你不用去学紫微，你更不用去学老师的这个星象学，你只要听老师讲的这个暗号这个记号，你就知道你的命盘的星到底哪一个暗哪一个亮。懒惰没自律，不用功，好吃懒做，屋子邋遢，自己邋遢，就代表你的土星很烂的，所以这辈子注定没豪宅，没豪宅住，没豪车驾，没有名牌穿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土星暗淡无色。所以怎么改变命运呢？从现在开始就开始改了。我一定要改变我的命运，不能让我的土星暗淡无色，不然我的这个命运就完了。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你一定要用功，发奋图强，要干净、哦、要干净，那么要非常的正能量，这样就可以了。简单不简单？很简单。再来呢，用我们的水箱跟香，怎么用呢？待会老师再跟大家讲了。好，那么呢，土星也代表我们的这个海底轮，也代表地的意思，代表地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海底轮管什么呢？自信心、稳重、排毒系统、安全感、定心，对自己的人生有展望。好，那么我们就要问自己呢，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世界上 95% 的人海底轮不好？有多少人对自己有信心的？没有多少人。有谁对自己很稳重的，性格很稳重的？没多少人。谁对自己很有安全感的？没多少人。谁对自己心很定的？也没多少人。谁对自己的未来很有展望很有信心的？也没多少人。所以这些呢都是讲我们的海底轮好不好，所以这个自己
问自己啦，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海底轮好还是不好了。再来呢，海底轮是管什么呢？基本生存条件，基本生存条件也管我们的生活的品质，生活的品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管我们的寿命，管我们免疫系统，管我们的骨头，非常重要。老师今天深讲海底轮啊，所以大家看到海底轮就觉得哇，原来我们的海底轮是这么这么重要的。第一个，它管我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你生活舒不舒适，它是管这个的。第二个呢，它管你跟你家人的生活的品质好不好。第三个呢，很重要，管寿命，管寿命。所以老师讲的什么都有可能的，这个人生出来，例如说，哎呀，你是短寿之相啊，你这个人啊，去算八字算紫微，你就是短命之相，怎么办？有方法的，你来找老师，老师帮你一个延寿。这个人得绝症，这个人得癌症，有没有办法让他增加他的寿命呢？有的，不要绝望的。如果你得了 cancer, so what? I cancer the cancer, 不用怕的。第一个方法，老师也教你 how to cancer the cancer。第一个，海底轮，你的寿命要长，一定要记住你的海底轮是管寿命的。所以海底轮的人圆圆亮亮红红的话，你的寿命就会非常的长。海底轮小小暗暗破损的话，这个人的寿命呢就会比较短。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很奇怪，他是管这个的。如果你的骨头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海底轮不好。所以 你只要注重你的海底轮一好的话，你的骨头也就会好了，甚至你的生命力，你的免疫系统都是海底轮所管辖的范围里面。所以大家觉得海底轮重不重要呢？超级无敌重要的。好，那么呢，海底轮也管活力，也管活力哦，所以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也管生育，也管生育。例如说，你想要小孩，你没有办法要小孩的话，没办法有小孩的话，记得海底轮一圆一红的话，你就可以生小孩了。啊，如果大家想生小孩，没办法的话，可以找老师，老师教你方法。好，那么再来呢？海底轮是什么颜色呢？它本身就是红色，它本身就是红色。啊，那么再来呢？它有什么音波呢？它的音波叫做 Lam。它的音波叫做 LAM。 那么大家记得这几项，待会老师会教大家怎么启动我们的海底轮。第一个呢，它是红色。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呢，它的奏音啊，或者它的频率的音叫做 LAM。 LAM L-A-M， 它的 vibration 叫做 LAM。 所以单单这个 LAM 就可以拥有豪车架，拥有这个豪宅住。这个 LAM本身呢，就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平，重不重要？很重要的。好，再来呢，什么力量在海底轮呢？如果在佛教界里面呢，大家如果是佛教的话，你们应该懂一尊叫做长寿佛了。那么这个长寿佛在我们的七轮里面在哪里呢？这个长寿佛呢，在七轮里面就在我们的海底轮。另外一个呢是印度教呢，叫做 Ganesha， 象鼻财神。那么象鼻财神在哪里呢？也在我们的海底轮了。所以 有两大神明呢，古人的书有讲两大神明呢在我们的海底轮。第一个呢就是象鼻红财神，第二个呢就是长寿佛在我们的海底轮。所以海底轮是管长寿的哦，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呢，长寿佛呢是管什么的呢？就是免疫系统跟生命力。那么呢，象鼻红财神是管什么呢？破除所有的障碍。所以呢，人生真的考验很多哦，不是说用了水箱用了什么就没有什么考验一帆风顺。当然会一帆风顺，可是会有考验吗？会有。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过关斩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古印度来讲呢，这个象鼻神是赐财以外呢，第二个呢，它破除灾难是非常的快。那么它是住在哪里呢？住在我们身上的海底轮里面。所以海底轮一红一亮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过关斩将，你的性格就有如勇士的精神了，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呢，你还要长寿，海底轮就有长寿佛。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学员呢是密教的话，如果你是修长寿佛法的呢，你念长寿佛咒的时候，你就要观想你的海底轮放红色的光了。如果呢你是修红财神象鼻神的话呢，你念象鼻神的咒语的时候呢，你就要观想你的海底轮放红色的光了，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了。哦，你说这个方法好不好？简不简单？又简单又好。这个就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秘密口诀了。哦，很简单的，没有那么难的，也没有那么复杂的。所以呢，如果你在修行学员们，如果你有修行的话，你就可以老师跟你分享的当为一个参考了，你可以试着用，那么再来看你的生活的改变，生活的改变。好，那么海底轮也代表四号，也代表八号，四季，海底轮也代表四季。为什么呢？你要如何在四季上的变动呢？不会生病啊，就是海底轮一定要强。好，那么呢，四季本身它也属土，海底轮属土。它是方形为主，它属于方形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海底轮的话，中间不是有一个四方形吗？这个代表土，所以大家永远记住我们的那个秘密的那个 symbol， the secret of symbol， 秘密的这个符号。你只要看到一个 square 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土。所以印度的这个神秘的符号，你看到一个 square 是代表土。中国道家的文化叫做天圆地方，天是圆，地是方。其实不是讲地球是方的哈，地是方的意思呢，就是代表这个四角 ，the square represent earth。这个 square 呢是方形的，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土的意思。所以今天大家看到老师的这个节目，就是又可以学到什么呢？秘密的标志。所以四方形是代表土，所以我们的这个桌子椅子要它稳，要有怎么样啊？四只脚，要有四只脚，椅子、桌子都有四只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已经相应告诉我们，海底轮是要稳，是属于地，所以它是属于 four， 而且呢它是方形，代表稳如泰山的意思。所以全部都是科学，全部是逻辑，没有一点迷信的。好，那么我们继续再分析了。它代表五轮塔的第一层，方形。如果大家是佛教徒或者密宗的话，密教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塔。这个塔呢，以后你们出去看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古文化的智慧是什么了。为什么这个塔的下方是四方呢？它代表我们的海底轮了。所以在日本的话，你看日本很喜欢做这个五轮塔，所以呢，下面的这个塔呢，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个海底轮，代表海底轮。再来，我们再看，在日本的坟墓，一个坟墓的骨灰塔也放着这个五轮塔，那么呢，下面的这个方呢，也代表海底轮。所以呢，这个是另外一个佛教里面的一个解释，叫做五轮塔。这个蓝色的这个四方的这个呢，就代表海底轮，海底轮。那么你看到他们写的都是梵文，写的都是梵文。这个梵文是写什么呢？就代表阿字，阿字。这个梵文这样子写，代表阿字。哦，那么所以呢，这个海底轮本身是属于方的。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了，原来我们去看建筑，看建筑的时候，尤其看佛教的那个建筑的话呢，下面一定是方方正正的，原来那个就叫做海底轮了。哦，所以现在大家有一个新的尝试啊，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四方形为什么有代表海底轮代表四呢？桌子要稳，四只脚；椅子要稳，四只脚。所以四为海底轮，哦，四为海底轮。哦，所以现在大家更有尝试了。那么也代表我们身体的下部分排泄系统跟我们的脚。如果你的排泄系统排毒不好，便秘，有便秘，有生疮，
的话，就代表什么呢？你海底轮很不好，所以你只要把海底轮一调好的话，你的这些身体的疾病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改善。如果你的脚没有力，脚给你很多问题呢，也代表你的海底轮不好。所以呢，你要把海底轮一照顾好的话，你的脚自然呢就会比较这个比较强了哦，就比较强了。所以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好呢，你如何知道你的海底轮受堵还是暗淡呢？你自己呢没有信心，你没有安全感，你对未来没有展望，你没房，房子肮脏，风水不好，你没有车子，这样子的话就代表海底轮很差。好，那么老师现在给大家看 PPT， 海底轮如果是黑色受损，像这个照片的话，非常的糟糕，非常的糟糕，所以一定要把它给调回来。所以这个海底轮是不能要的。第二幅画，这个海底轮非常的小，海底轮非常的小，也没办法，也没办法哦，这些都不行的。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没信心，没安全感，对未来没展望，没房，屋子房子或者有房，房子肮脏，虽然有房风水不好，或者是没车，这些都是象征我们不能有的，这些我们是不能有的。所以呢，我们再看第三个图案，这个海底轮在这边也不能要，为什么呢？它差不多要不见了，它的这个红色的光差不多要不见了，所以也是非常的差，也非常的差。那么呢，好的海底轮就是这样子的，红红圆圆大大，这个呢就叫做好的海底轮了。所以呢，今天大家老师教大家如何看这个海底轮。所以呢，只要大家来我们的香道馆，中国还是新加坡的香道馆，只要我们的手去测这个能量场的话，自己分析，如果刚才老师给大家看的海底轮暗暗小小黑黑的话，破损的话是不好的，要红鲜红跟圆的话，就代表好的海底轮。所以这个海底轮呢很容易的，所以大家呢觉得哎呀惨了，原来海底轮是这么重要的，我都不知道海底轮是现在是什么状况。星期二我们明天是休息嘛，星期二我们就开店，所以星期二到礼拜天大家到11:30到晚上的7:00都可以来我们的香道馆来测我们的海底轮，甚至我们的气轮到底好还是不好。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老师都讲了吗，改变命运是超级无敌重要的，而且能不能改，绝对能改。快速吗？快速。有方法吗？有方法。所以很重要的这一点老师很有信心的。好，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如何加强我们的海底轮了。第一个方法呢，大家要写秘籍了，这个是武林秘籍，点海底轮一号的线香或香粉。第二个呢，搓海底轮香粉一号。第三个方法呢，用六号的水香喷枕头跟衣服了。好，那么老师解释一下方案给大家，方案你要做豪宅，有豪车，全身名牌，给大家你的家人宿舍的生活，不用为钱烦恼的第一大香就是海底轮的线香 No.1， 这里有像 No.1。 那么这海底轮的线香，例如你可以点着做禅定，你拜佛，如果你有拜佛拜拜地基主你是道教佛教都无所谓，你就用一号的来点香念经修法持咒，你点一号的点在那边，因为你念经一直闻这个里面有15到18种的药材，全部对治海底轮的药材，对症下药的。所以你点了这个香，你去修法，你禅定，你念咒念经都可以，这样子呢就会加强我们的海底轮了，很重要。所以古人呢，老师在日本都有学习，在日本的佛教跟日本的生活起居1200年很讲究，要到达怎么样的目标就用不同的香，不是乱点的，不是随便点檀香啊，什么沉香啊，玫瑰香啊，桂花香啊，这样子乱点，没有的。例如说我现在要做的功课是什么呢？我要调好我的海底轮。林老师讲了海底轮那么重要，可以提升我们的家的素质，那么呢我一定要加强我的海底轮。那么呢，我的孩子懒惰，我的先生懒惰，太太懒惰，怎么办呢？不要跟他们讲太多话，为什么呢？讲多就吵架，直接在你的家点一号的海底轮，闻久的时候海底轮一红一亮的话，他们自动会发愤图强，会非常的用功，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是很自然的全自动化的。所以呢，一号的呢线香
几次可以点？第一个，我们要点多久啊？点完一根就可以啦，每天点，每天点，点完一根就可以。记得不要点了整个人不见掉啊，自己要闻的。例如你修佛的时候，你就点一根。第二个时辰，那几次可以点？睡觉前，你睡觉前点一根，点着闻着，然后你就睡着了。然后呢，你一边闻一边睡一边闻，在睡觉的时候会修复我们的海底轮。所以第一个方法呢，点这个一号，大家记住啊，一号的海底轮。如果呢，线香只能烧45分钟吧，45分钟。如果你要点5个钟头，闻5个钟头，一边睡，你睡8个钟头，你闻5个钟头已经算非常的厉害，你就要改用香粉。那么香粉呢，要点在电熏炉，电熏炉就是用电烧的炉啊。如果我们拿一个炉，看一下那个 electric burner。那么这个粉呢，拿两勺粉放在这个电熏炉里面。然后呢，它有调啊，控时控温度的，这个就是电熏炉，看得到哈、哦。里面呢，你就放2勺的粉放在这里，这个是插电用的。然后呢，有调这个时间的，你就调按1、2、3、4、5个钟头。那么它有味道出来。那么电熏炉跟线香的有什么不同呢？线香有烟，电熏炉烧是没有烟的。所以你把香粉放在这里面，然后呢就。开5个钟头就闻，可以给孩子闻，给自己闻。所以孩子闻久了，他会发奋图强，你不用叫他努力读书，他自动会读书。另外一个呢，可以点在你的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员工海底轮好，公司一定会旺的。所以呢，你怕你员工懒惰不做工啊，打不起精神来呢，你可以在你的办公室办公楼点这个粉。在这个电熏炉，所以每个人呢在公司呢就会发奋图强，所以公司本身呢一定会怎么样呢？生意会非常的好。所以看个人的这个习惯，你要改变你的海底轮呢，点一号的线香45分钟。那么呢，第二个方法点比较久，1个钟头到5个钟头，就要用电熏炉跟这个香粉，可以点5个钟头。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到我们的香道馆来请，或在我们的网上，我们会发那个 link 给大家，网上也可以订购，也可以订购。那么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6号的水箱。如果大家对觉得用香粉线香觉得 it's not convenient， 或者是你觉得你比较喜欢用 perfume， 用水箱的话，你记得用6号的 perfume。 几时用？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喷在你的衣服这边，可以闻到。所以你闻的时候，你就睡。这个药材味呢，这个香水很香的啦，它的药用啊，就可以进入我们的海底轮，启发我们的海底轮了。第二个方法呢，喷在枕头，喷在枕头。所以我们闻的时候，不管转右还是转左的话呢，闻到这个草本在这个香水里面呢，也会刺激到我们的海底轮。第三个方法，如果大家现在还有戴这个口罩的话。那么你就用这个六号呢喷一次，喷在口罩戴住，然后出门的话也可以刺激到我们这个海底轮的。所以有3个妙方可以用，第一个呢是线香可以用，第二个是香粉可以用，第三个是可以用水香可以用。所以有3个方法都能够用的哈。所以这个呢很快呢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海底轮从不好呢变成好。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的 PPT 老师现在呢加强版、加速版，快速的怎么用？用一号的香粉或鲜香，再加上色彩香，再加上福德香，3个一起用。例如，你觉得哇，我不要浪费时间，我要立马快速的帮我的海底轮越好，你就要用一号的香粉，再加上色彩鲜香跟。福德线香3个一起点、哦、3个一起点，就快速的把我们的海底轮给加强。老师再讲一遍啊，看 PPT 这个给拍下来。一号的香粉加上色彩香粉跟福德香粉啊，就是这三个点可以点在哪里呢？你拜佛的时候3根一起点，或者是
点在花水炉，花水炉这三个一起点，可以呢帮助我们这个海底轮非常非常的棒，就是一号的线香、福德跟色彩。还有第二个方法，大家可以拍下来。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一号的香粉加三号的香粉跟五号的香粉，或者是线香都可以。如果你要快速搬的了，要快速搬从一般的屋子搬去好的屋子，快速搬的要用一辆车来架，你就用一号、三号跟五号的香粉，这个三个香粉呢一起拿来点在这个香薰炉往上睡的时候闻，然后呢就快速搬，帮我们调我们的海底轮了。135，看阿露有什么 link 就发给他们了哈。啊 ，OK， 怎么你们看得到，我看不到的，奇怪哦。有时候这个 Facebook 啊，不一样，不一样啊，很奇怪。好，那么这个135，记得是帮我们的海底轮快速的给它能量场很高。好，那么呢，有些学员啊，如果你是修气的学员，你是修 Kundalini 的，你要你的灵火上升的话，你禅定的时候你也是点这个香粉135或者一号色彩福德，你点的时候你在修，很快很快会达到你的目标哦。所以这个 PPT 呢大家一定要拍下来。好，快速搬的水箱的用法就是用623了，623的水箱。所以老师讲了，大家还记得吗？623的秘密是什么呢？给我们的力量。为什么623是给我们的力量呢？今天的秘密告诉大家了，原来这个623大家喷在身上呢，是快速把我们的海底轮给它有这个能量场。所以呢，这个6号的跟3号跟2号的这个水箱是专门给快速海底轮给它圆红亮，给自己有自信心，给自己有这个未来展望也有信心。再来呢，你的屋子越搬越大，你驾的车越来越好，就是这三个623。好，那么这个623怎么碰？如果你很怕输的话，就是怕输了，你碰623在你的枕头，碰在枕头，碰在你的床也可以，碰在你的床，碰在你的枕头623。那么你的这个口罩喷623，然后再闻身上喷623，全部这个呢是专门把我们的海底轮呢给它建得非常非常的强壮，所以呢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呢大家也拍起来623啊，623这个秘密，所以这个大家也拍起来。好，那么呢在家教大家冥想，如果大家点香用135，或者是用一号色彩福德，或者用水箱623，刚才老师讲的那个秘密的方法，你再配合冥想音波，再配合瑜伽的话，三者合一的话，那个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老师将会在三月会开一堂课，这堂课是专门是做什么的呢？教大家用不同的香在身上，然后呢教大家做基本的瑜伽法，再加上教大家冥想听音波，三者合一，一天的闭关来调我们的七轮。在三月份老师可能会开这个课，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脸书上说我有兴趣，老师就开了。如果没有动静的话，老师就省时间，就不开了。不过呢这个呢也是第一次老师会这样子开，为什么呢？很难得有人会教如何用怎么样的水香闻怎么样的香，再配合瑜伽法，再配合冥想跟音波法，以全方面360度的课程，在一天之内把我们的整个七轮呢给调得非常非常的好，也很难得有这种课程。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给老师知道一下，在脸书上写我有兴趣，有兴趣的话老师就可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来最快速的调七轮的话，老师绝对会开这个
课程的啊。那么中国的学员们，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老师来到中国的时候大概4月多吧，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做一天的闭关，那么老师会教大家如何用香喷在身上，做瑜伽法，做冥想法，音波法，会360度全方位的开这堂课啊，利益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学员们哦，是一个非常很难得的课程，非常难得的课程。只要大家闭关这个一天过后呢，你就焕然一新，重新洗礼的一个超级殊胜的感觉哦，非常的不得了的。好，那么呢，海底轮好的人是怎么样呢？自信满满，好车好屋。你说我们想做这等人吗？我们绝对想做这等人的。这等人是叫做什么呢？海底轮非常非常的旺，非常非常的好的。好，那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毗艺轩老师有一个聚宝盆，就是摆在巴拉居坛城上面的供奉的聚宝盆。那么呢，这个聚宝盆呢，如果大家没有做聚宝盆，有一些 budget 的话，可以请 Lord Balaji 跟 David Lakshmi 的聚宝盆只有两个，没有了。这个特别啊，特别的只有两个，有这个奇楠的这个虫漏，有这个神石，有神螺，有妙手，全部在里面。这个整个一套的，这个是整个一套的。所以如果学员们有这个兴趣的话如果还没有聚宝盆呢，可以有一些 budget 的话，可以请这个。如果大家有 budget 比较有 budget 的话呢，可以请不用说非常贵的，请小小的什么样都可以，起码做一个最基本的。为什么呢？因为二月底那个会跳舞的根就会来了，老师会释放给大家，你会吓死。为什么自然界的东西会在我的手上跳舞？这个有点很奇怪。好，那么老师现在在公布二月搓香球了。2月9号用色彩粉搓香球。2月13号用福德粉做香球，2月18号用金刚丸粉搓香球，或者是用1号，不好意思，老师漏了，用1号。为什么呢？因为2月18号，12个月里面的其中一天，大家听清楚啊，每个月12个月里面的其中一天是专门是怎么样呢？调整我们的海底轮的，专门我们的那个灵火上升是最快呼醒它的，每个月都有那一天。老师今天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如果你要把你的能量场为把它提出来为神力的话，记得每个月唯有那个秘密的一天。那么老师今天公布给大家，那一天是几号呢？2月18。这个2月18呢，是专门呢是调我们的海底轮，呼醒我们的灵蛇的。非常殊胜的那一天，一个月就我们一次。那么那一天呢，就是2月18号。如果大家要把海底轮给调到非常好，借用上天的星象的这个力量的话，记得2月18号一定要怎么样呢？搓香球，用金刚王的香粉或者是1号的香粉当天搓，然后你要就念。你搓，大家都懂搓香球了，把负能量，你就把海底轮的负能量观想为黑色的气，通过双手搓这个香球，然后你念浪，观想感觉你的海底轮有浪的这个震动，把不好的这个负能量呢给它通过双手传到这个香球，然后呢搓最少要搓30到45分钟，搓好的时候洗好手，那么你就当然要点一号的那个线香，或者点1号色彩福德3支，或者点1号3号跟5号的3支，这样子点，那么呢再来搓香球，这样子我告诉大家，很快速，闪电般的快速，火箭般的神速，把我们的海底轮给调好，那么简单，需要很多时间吗？需要做很多的事情？不用的。不用的，每天闻香，2月18搓1号或者金刚王的香球，点海底轮的香，这样子搓念lam字，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海底轮弄得漂漂亮亮的了，这个是很难得的。
再来2月26号是搓艾软香粉，所以在2月呢有四个日子呢，大家都可以搓香球，把我们的负能量最快速的把它转移掉，就是2月9号色彩香粉，2月13伏的香粉，2月18，最重要的这四天你不能四天做，你选一天的话，老实讲你选2月18号做哦，金刚王香粉跟一号香粉还有破除负能量，所以大家要快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促销2月5号是最后一天，所以如果大家赶快要请香粉来搓的海底轮的话，线香啊水香赶快请购的话，下这个礼拜这个一个星期是最后一个星期了，过后就没有打折了，所以这个星期是特别华人年新春的打折，所以如果大家赶快要把海底轮调好的话，赶快请购啊，这个相应的这个香以及水香了。那么今天呢，老师就讲到这里了。那么谢谢大家收看啊，老师的这个现场直播。所以大家啊，记得如果大家想闭关那个一天的话啊，记得三月老师会有一个特别的课程，专门调我们的气轮，是全方位的调，早上到傍晚，类似九点到六点的课程，一整天的课程啊，在三月，所以请大家多多期待。如果大家真的很想改变命运的话，这个课程是不容错过的。好，那么呢，大家要调海底轮的话，要请有关的香以及水香的话，这个星期二开始就可以过来，或者在上网订购了。那么还有更多的好消息会跟大家分享的。好，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大旺大发大顺，2023年过个大肥年了。好，那么我们两个星期后再见了，谢谢大家的收看了，拜拜。